大家好，我是金阳，想让他俩一块儿出去玩去，啊，平常在家里边如果放一起的话，玩不了多大会儿就得打起来，让他们要是在外边跑起来的情况下，我估计他打不起来，啊，我就让他们带上，一个狗一个，一会儿要是跑远了拽不回来，我就上牵引绳给他拽回来。呀，这个新的不给你带，新的，一样都是新的。都是新的，只不过这个他已经带过了，啊，这是他的，他玩的。哎，走了走了，出去。你俩出去。看不许打架，出来不让打架来了。不是你要是拿杆一逗他俩，你看他俩光打架。走这边。狗王随着我跑了，看老兔，给他拽到这个地里来，撒开，你哥俩别抢。他这个土地随便造。漂亮娃，带个红脖圈，这必须让老兔这样去锻炼。你看家里你这帮疯子，哎呀妈呀，这个咋整？这是你让谁出不出来也不行。老兔对这个挑逗杆的欲望太高了，我叫都不搭理我。不许打架，不许。不许打，得让老兔好好跑跑，就这土地里，人家没有庄稼的地里，咱去跑啊。老兔的速度你没见快了吗？呀，狗王，狼王的体力越来越好了，狼王体力。看你哥俩干嘛呢？这是你赶紧引他，赶紧引他玩一会儿，来，你赶紧让他找事儿，抢一个吧。妈呀，你看这哥俩，谁也不服谁。你看他俩这嘴咬多大？都是你跟你们说那个，这叫满口咬一大块。人王在他俩之间每天都在拉架。好了，给我吧。来，给你个糖豆吃。你以为三岁小孩啊？搁这骗不过来了，又顶他一嘴，能不能给我？呀！你俩能不能松开？你说，对，你站着别动，你动他就开始那啥了。啊，怨我。先把那脖圈摘了。哦。摘了之后随便吧，啊，要不然你就咱就拉走一个。看那耳朵，打出血了。你看他那胸脯上。哎。他刚才正在劲头上呢，这样拉他的时候反嘴呢。哎呀，这小狗王，我注意的以后得注意点，唰一下掉头过来了。你干嘛？你别动，狗王。我还，哎呦，这还能一块遛不？啊，还能一块遛不？以后不能这样了啊！我看看，你看他的前胸尖们也流血了，他的耳朵也流血，他的胸前没事，他的耳朵就是。哎呦，他两个耳朵都流血了。一个咬上面，一个咬下边，他俩是大家都知道。那草不能吃，要。咋整？想办法拉回去。你咋整啊？你拿着挑逗杆先跑过去，先让老兔带回去。我现在不，你把那，哎，我先把他给引走。啊。你要不然走不了，走。别动！我一跑，他就跟着过来了。走。过来。
过来啊，小狗王，过来，快！哎呀，咋的了？生我气了？我还喊不过来了，那个喊不过来了。他跟着我，他老跟着我。对，大老粗特别黏着我，就那狼王，他特别黏着我。这个狗王不行，还好跟着你。你看那下。哎呀，这刚才就是咱们让他出来跑着溜溜，哎，这没想到，就因为跑着跑着玩个玩具，直接就干起来了，啊，这是带着脖圈呢，如果要是不带脖圈，你咱就让他打到底，啊，看他俩谁是老大，这倒好，嗯，弄得这个有脖圈，赶紧的就是拆开，一个人还拽不了，拽着，你看小狗王那嘴唰一下就过来了，吓我一跳。赶紧撒开他了，撒开他，他俩就再也拉不开了。那个狼王大老粗那个呢，特别有劲儿，拽不动他。他呢，他这个猛劲儿也是十足。你拽着他，他咬住之后也不撒嘴儿。以后他们出来的时候，说啥也不带这个啥了，不带这个脖圈了。他俩也不能一块儿出来了。嗯，回头看我们那个50的那个啥那个。龙嘴他们能不能带？给他带上龙嘴，省得他俩打架。有两个50龙嘴的。嗯。